今天来看这个富士玉树家用电梯，跟大姐到这儿来了解了解，也顺便帮人厂家做一个小广告，看有没有需要的朋友，我们来看看他家怎么样。像您家的产品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，就室内电梯我能用到的是这几种，观光也好，或者这种也好，别墅用的。你要是像公共场所，你这些，这有最小尺寸吗？啥尺寸都能做，就定制全是400公斤以内都能做，大部分都是轿厢是1米乘1米宽的，1米乘1米的轿厢里面尺寸。价格其实我关注主要是价格，这个室内电梯参考的预，因为你不同选择。像观光的封闭的，还有里面有图案的时刻封闭的定制，它有没有上限？对，什么样式的你都可以定，图案什么样式你都可以选，这价格就贵了。还有颜色区别，用料的用的这些东西，对，你普通不锈钢的，还是你再加上颜色，你再加上时刻，那价格差别很大。那我们能这能体会吗？这种电梯？能，但是跟大姐来看一看，这是人家的工厂里边观光的，好看吗？但是这种大一点的用这种封闭门，我感觉小一点观光能看着吗？这个指定相对而言它可能会便宜的，具体价格再说。这都是正常通电能运行的，啊，是吧？咱家做的大部分都是夜饮的，啊，都是夜饮，用那种钢绳啊，嗯，前两天就要来，一直没时间过来。像外边这种平台，没有叫醒，你就像一个托盘，下边一盘，侧边一盘。估计上岛好像不是这样，上岛别墅不就类似这种吗？上没有盖儿，就下边有个底，两边也没有，好看吗？它这个主要就是你那个位置不够，小，空间小，你才能做。那绘制那就跟那差不多，你看，你记得我那个华润那也差不多。给我靠在后边那，是实际能运行的。这是这种开门，是不是还可以升级？现在智能一点的，我联网啊什么的也联网也可以升。特殊定做，这个是像这么开门，这个是。两边开，大部分都是要。对了，其实我有关注，就是这种别墅它的质保周期是怎么样？就像你们厂家，对，是一年出现问题，一年还是两年质保？三年质保的，这种我喜欢这样的，好看一点。门贵，这门比那个要贵。它这个是没有轿门，像这是旁开门，相当于有两层门。那就这三个比，它是最贵的。像这里面有一层门，这是两层门的门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外面是一层。但是相对我自己家就是别墅用，可能本身空间就不大，你这种不是占用空间吗？它厚一点，是比它要占，但是它更安全，因为你上，假如说轿厢相当于行的时候，你整个这个方向你是能碰到门的，是能直接碰到顶梁壁的，伸出去的话，就轿厢就直接停下来。那自己家应该还好，对，你要是不介意的，就人少，你看有的现在两层都坐电梯，多一点的三层，别墅有的分五层，有的是你安全。这种门都是像还有手拉门就得自己去拽开，还有上楼咱有手拉门，还有那种更便宜的手拉门也贵，也贵啊，因为这都是铝合金框，不是像不锈钢折出来的，都铝合金框，型材一整，反正就厂家定做多少钱一套，定死的，这定一个这个别墅周期，差不多那打款都差不多一个月，一个月就能做完？对，那安装也快，一周之内应该差。你要是这么快，提前说，你得提前去尺寸啥都定好。钢结构什么像井道都是好，反正你到打款了，差不多一个月。反正安装的话，提前说，先约定好。他差不多收拾完了，我们会有拆卸方面不管嘛？你这个别墅大小尺寸不合格，一会儿想做大点，咱得去人看那个井道是多少，我根据你这个井道去定。就定他的尺寸。你要是要这么个尺寸较小，我至少需要这么大个井道，你得去改那个井道，或者改的时候是业主本身找的装修公司，他们去就直接给改了，咱不管这个事儿，不管定制然后安装。对 ，OK。但这种就是成住的人不多啊。你像就咱这个轿厢，它一共也没多大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看现在很多别墅里边都是很小的这种，它带玻璃这种观光体。对，别墅你不做不了太大，但因为咱那个井道，咱别那个别墅也没多大，井道也就那么大点儿，你做不了。它这个就是外边没有这个门啊。对，你现在
对，这块没有门，你看，所以你现在手要伸出去，它钻孔会直接停在那。往这边切就能碰到这边。对对对，而且咱现在侧面它有是有光幕、啊，所以你说那种更安全一些。对对，像这个光幕防止人就手出去，这就是手拉门。啊，你一碰，它就停了，是那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手拉门，你得开门之后得自己开。楼上楼下，它这个楼上是这种手开门，楼下就是我正常一摁的电脑。你可以用同一种门。上下的，所以说这种电梯全部都是定制的，你要全部都是定制，哪一块都可以定。对，一家一个样，你就是给别人家都用不了，因为别人家可能就喜欢这样。尺寸不同，风格不同，颜色不同，对，每一家都不一样。确实，主要是价格。其实我来的是价格，哪天我问问。价格这个你得跟对，为什么？那我问问大哥，我看这个价格具体都多少？因为我老看他朋友圈，我今天早上来，我和看看他朋友圈，他我还看着他安工装的那种大的电梯，对。就涉及到比较多用的不是特别多一点。它针对是全沈阳、啊、你们做还是沈阳外的也可以，省外省内都可以，你们人会过去那边帮他去、对对对去看一下。对对对，那住的挺大的，他开十几年了，纯自己的品牌。那做就在这个下边做吗？对对，就是这个车间折板下料激光冲床都可以，爆槽这前后1000多平能量，我感觉得多，那挺快，一个多月的这个周期。客户如果订电梯来工厂这边，都是来这边。可以，对对，可以来看看。行，那就有个初步的了解。下一步，谁在做，我再陪他再过来。我们走下去还做这个下去？那我想做这个体验一下。我感觉这个快，沈北这边像那个别墅应该做的很多。对对，沈阳有很多家做这个别墅电梯。我这是在小区里边窗户上贴的电话加的那个大哥的、那他能贴上咱电话说明他已经在做了，在我们这儿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看了好几家这么联系。这个结构不一样，这个是强取，但是我速度可以调，就稍微慢一点稍微快一点，对，都可以调。那个是强取，那个是夜饮不一样，但大部分现在做夜饮的多一些，它稳定，夜饮能占90%以上。 OK，谢谢您，我就参观一圈，回头有问题我再跟那大哥联系，谢谢，拜拜。工厂今天就早上跟大哥说，我说我能到你工厂参观一下吗？他说行，那你去吧。好，谢谢您，没事没事，谢谢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